大家好，我是现有居士。在大连海边，最美的风景一定是滨海路沿途。这段路也是每年五月徒步大会的路线。还记得2012年第一次参加徒步大会，早上五六点钟和学妹一起从旅顺的大学里出发，所有人都在星海广场集结。今天我就重新走一走这段路。第一个可以下到海边的地点是金沙滩，现在这里建起了漂亮的民宿。海里这位长发飘飘的大哥正在练习新买的桨板。过了这个区域再往前走，你会来到跨海大桥入口的正上方，这个位置俯瞰下面的大桥，视角特别好。再往前一点的位置是银沙滩，这里开始海水变得非常干净，游泳游玩的人也多了。这里的一些礁石区域，你可以拿上工具尽情地挖海蛎子。想尝鲜的朋友可以直接在海水里冲一下就可以吃了。这里偶尔还能捡到一些海螺。小了点，一只还有个大的。绕过这块山崖，上面就是傅家庄了。这里是你不想走很远就可以享受到的最好的海滩了，海水十分清澈，而且这里海鸥很多。这里也是很多人拍写真婚纱照的重点区域，你看那些赶海的人都跑到海中央的浅滩上去了，这里真的太美了。今天有点累了，就不往上游走了。傍晚就在这里静静看着海鸥，享受此刻的美好吧。